我们看32题。32题是说哈，这里有一个三角形，这个60度了，它是长度3，这长度2。它 BM 是中线的，所以是1:1。那 A 是垂线的，所以这是90度。那现在问说哈，如果我把 AP 哈写成 AB 跟 AC 的线性组合，那么 X 跟 Y 等于多少？啊，这怎么做？这个首先呢，我们哈把 A 写成 AC 跟 AB 跟 AC 的线性组合，啊，把 AP 写成 AM 跟 AB 的线性组合。那因为这两个是平行的，所以我们可以拉关系。而且哦，这个比我可以知道，怎么知道？我现在哈把这个呢长度算出来。这个长度等于多少 ？BC 呢？等于多少呢？等于是根号哈、多少呢？这个是 AC 的平方，哦，叫 AB 的平方，3的平方加2的平方，啊，减掉那个2AB cos 西塔，2AB cos 60度的，好、哦。这个是三角形第三边的公式，好，那这等于多少呢？这是9+4=13，那是1/2跟2消掉了，啊减6，所以这是7了，所以是根号7，好，好，那这样呢，我 B 一我就可以是，B 一我就可以想 ，B 一哈。就等于多少呢？就等于这个是，哦，这个角度我还要算出来，用正弦定理，就是说，这个哈 BC 啊根号7除以 sinA，sin 60度，啊会等于多少呢？会等于2，啊除以 sin 贝塔。这样子，好，那就等于2/2根号3。那所以就算出来 sin 贝塔多少 ？sin 贝塔呢是等于这个乘以这个根号3，啊根号3再除以根号7，根号3再除以根号7啊。啊，所以我就知道哈 ，cos 贝塔哈就等于根号7/7，根号7-3。根号42，好，那所以我就知道嘞 ，B 一哈等于多少呢？等于3 cos 贝塔，3 cos 贝塔 ，cos 贝塔，根号7/2，啊，这个等于多少呢？等于根号7/6，好，啊，这根号7/6哈。他说的是根号多少？这应该是根号7/1的，根号7/1，哦，因为这两个加起来要等于根号7，这个加这个是根号7/7，等于根号7。好，啊，所以我就知道呢，这个 A 一哈，A 一呢这个等于多少呢？这是1:6了。所以是7/1 AB 再加7/6 AC。 好，那再来我们看那个 AP 哈，这个是要等于多少呢？实际上是等于这个我叫阿法，啊，这个就是1-阿法，哦，因为这是平直数。AP 是等于阿瓦 AB， 它再加1-阿瓦，哦，这两个加起来等于1了，然后 AM 这样子，好，它这两个是平行的，所以它会成那个，那这个的话，我把它写成啥？写成 AC， 哦，对吧？这是2/1，AC 啊。
所以就等于 alpha 呢 ab 再加多少呢？这个是二分之一减 alpha ac。啊，因为这个跟这个平行啊，所以这个比这个哈、会等于这个比这个，也就是说 ，alpha 比七分之一就是七 alpha， 它会等于这个比这个，就是二分之一减 alpha 除以这个，就乘以六分之七，哦，乘以六分之七，所以就等于啊两边可以约掉一个七。约到七以后，再十二嘛，十二乘过去，所以十二阿尔法哈等于一减阿尔法。那阿尔法移过去，十三阿尔法等于一嘛，所以阿尔法是等于十三分之一。那贝塔呢？阿尔法是等于这个十三分之一的，啊，这是等于 x， 好，这是 x。y 呢 ？y 是这个，好 ，y 是等于。二分之一减二，哦，这是十三分之十二，所以是十三分之六，哦，十三分之十二除以二嘛，十三分之六，所以 x 是等于十三分之一 ，y 是等于十三分之六，所以是等于十三分之一，啊，这是十三分之六，所以等于多少？十三分之十二加十三分之四，十三分之一就十三分之三。十三分之十三是一了。